你入学术深似海，阅读写作样样难，笔记文摘堆成山，参考文献更混乱，写论文就上知网研学平台，汇聚万千数据，多终端同步管理。知网研学平台是一个通过在线云同步的方式，集文献管理、在线阅读、在线写作、期刊投稿于一体的个人学习平台。不论你在哪里，只需拿起身边的任意设备，登录研学账号，就可以随时随地阅读书写。当你查找文献时，知网文献一键获取，外文文献便捷收藏，还支持订阅推送，万千资源任你搜索，多种阅读方式结合，便读文中珠玉。当你阅读文献时，无需下载即可在线阅读，快速浏览文献的目录大纲和内容，笔记内容可以动态插入原文中，支持原文、原文加笔记、笔记三种阅读模式，笔记还可以按照标签自动汇编成文档，让你彻底告别笔记混乱、摘抄繁琐、整理麻烦等一系列问题。遇见重要的句子、观点时，选中即可一键添加到我的文摘中，实现云端实时保存。研学平台还能帮你快速找到相关文献、原文、参考文献、验证文献，想读哪篇点哪篇，助你全方位 get 知识点，高效率的写作表达，妙笔写实成金。每次写文章都要同时打开几十篇文献，想要找到当时的笔记和摘抄太费时间了，不如赶紧来研学平台吧。当你在研学平台写论文时，可以实时检索阅读笔记、摘抄、 CNKI 文献资源，写作素材可以一键添加到创作文档中，自动生成参考文献，论文写作不再烦。研学平台还提供了期刊的论文模板、投稿说明和官网链接，大大提高你的写作和投稿效率。思路不清怎么办？那就画个思维导图吧。研学平台提供免安装、云存储、高效率的思维导图，可以实时动态编辑，添加各类笔记素材，帮你理清思路，迅速进入写作状态，省时省力省心。写论文上知网研学平台。